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。咁啊，今日翻到嚟同大家玩玩呢个 EX 嘅挑战阿纯啦。嗱，咁其实好早已经想同大家去打打噶啦，不过咧就真系时间有限啦。咁呢个咧亦都系 Fairy Hat 啦。咁啊，有咩要带呢？咁其实咧，我自己咧就会带一个木手工啊，跟住就松岩狼人啊，同埋呢一个嘅。奉神犬啊，佢系叫风速狗嘅，咁如果冇呢个木手工嘅话呢，亦都可以用呢个嘅草系四星去代替嘅，用呢个螺丝雷朵嘅，係啦，螺丝雷朵嗰个输出呢都可以打到呢一关嘅，咁啊大家注意返啦，咁多好，咁啊入场啦。咁点解要有隻奉神犬喺度呢？奉神犬最主要係帮我哋嘅队友，可能係一啲草系嘅输出啊，要嚟帮佢哋呢做返一个防止呢一个嘅常效果嘅。好啦，咁直接嚟打打呢个阿纯嘅关卡，咁啊睇睇啦。咁我自己普遍都用木手工嘅，咁但係呢有陣时就要抽到啲队友呢都係用木手工啦。咁所以就注意返啦，咁大家都见到有即係有依家有随机嘅队友都係用咗一隻嘅奉神犬嘅。奉神犬最主要可以帮我哋抗瞓啊，呢招非常紧要啊，抗到瞓。好，咁呢度我就转木手工等佢离开啦，如果係咁。好，对面又开咗一招我不会输啊，不过开得太早，我都未转啊。咁冇办法啦，如果即係大家呢个情况就叫做呢个情况叫做随机冇配合係啦，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同朋友们打嘅话呢，咁就记住合作少少啦。咁呢度呢我哋要不断咁，我哋开咗要害攻击家同埋呢个开拓胜利之路呢，咁就可以疯狂咁开呢个种子机关枪㗎啦。咁我哋係咁开呢，其实呢就会好快好快好快可以储到合作技啦，係啦。咁储到合作技之后开到呢，咁基本上都扣劲多嘅。好，都系靠咁样打㗎啦，不过少咗一个回合嘅种子机关枪啊。少咗一个回合嘅种子机关枪，其实少咗一个回合嘅种子机关枪就我哋草技都慢咗啦。咁基本上就最主要係咁疯狂勾隻企鹅嘅，但係唔知咁左边个队友呢就唔勾隻企鹅。係啦，咁啊变咗可能唔够力啊，我担心。OK， 呢度都係用返木手工啦。咁啊，睇下啲队友有冇啲古怪，都冇古怪啊！直接一齐用草系嘅攻击啊！呢度同时间竞赛嘅啫。好，冷冻之风呢度对面就扣到我哋血噶啦，开始要开埋呢个要害攻击先，储得太耐啦。好，哇！我真系唔系好明白，对面系咁样打啲小怪，基本上一开波我哋可以系咁疯狂打隻企鹅，咁就可以打死佢噶咯。好啦，系时候转啦。如果唔转就冇得转啦，因为咧对面咧准备开一个嘅拍档机，唔转就知知啦。咁等我转翻只奉神犬先，帮自己队友加速先。好。咁啊，扣2000多，我谂冇得出嚟，我都要开啦，系啦，睇情况啦，呢、這个就，冇办法啦，对面开啦，对面开啦，咁啱换酒，可以换到酒喎，好嘢喎，咁啊，左边嗰度换走咗啦，因为你要睇翻啊，如果对面开呢个拍档技嘅时候咧，即时走人啊，就是、木手工，如果冇咗木手工咧，你有其他嘅，即系仲有螺丝雷朵都得，但系我得只木手工啫。咁啊，换走佢食咗招呢个嘅拍档技先。OK， 哇，一嘢秒咗啊！咁啊，出翻嚟，我哋即刻开招，我哋即刻开招大绝啊！嘿，要认真摇，太慢，即刻开，唔好谂，
如果唔开咧，对面啲龟咧有机会放个水枪咧，一嘢就做瓜我哋噶啦。咁所以唔开咧，好大镬；开咗都大镬，但系起码叫做搏下先。系啦，开咗都大镬。咁啊，呢度开埋呢、這个，哎呀，分分钟濑嘢啦，金铺。总之机关枪对面开先，睇下可唔可以杀到啊？我争啲啲喎。哦，咁啊濑嘢啦，啊咁啊濑嘢啦，真系呢度真系濑晒嘢啊！唔理啦，用个尖石攻击，我又唔够佢快，我得好 ，OK， 狼人救世界啊呢度，狼人救世界，咁呢度我哋就做翻个力量强化先啦。哇，好似完全冇晒输出咯，已经我想讲，对面冲多几次浪，我唔使冲多几次啦，再冲多一次已经知知啦，系啦，呢、這个呢就系唔系即队友配合之间出咗少少问题，就会好似依家我咁样嘅情况啦。咁但系呢冇问君主蛇喺呢关都算系唔错啊，你见到嗰、那个输出都唔错，哇喺好彩出到呢招嘅。拍档技加上呢我仲有呢个尖石攻击到嘅，咁我睇下扣几多先啦。啊，原来呢佢收埋咗隻木手弓，我以为隻木手弓都冇埋，係啦，咁就完咗啦，都唔算太难嘢其实，但拍街场就好多好多误会会出现啊，真係好似一开波已经係啦。一开波已经系啦，少咗一弯啦，咁样都差好远啦。咁啊呢关咧要嚟打呢一个嘅叫咩咧？呢关要嚟打呢一个嘅两呢嘅装备嘅。咁两呢嘅装备咧，大家可以睇睇。两呢嘅装备属于呢个嘅木系嘅装备咧，其实都加几多噶。咁其他嗰啲我就未打啦，因为真係冇時間啦。咁兩呢兩星嘅三呢已经加16攻啦，其实多劲多啦，你见到上面嗰条係12呢先加呢个17啦。咁所以基本上如果遇到啱拆嘅兩星关卡，唔会话成日炒嘅话呢，我都建议大家去拆多啲，係啦，因为兩星嘅装备实在差太远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基本上条片咧嚟到呢度先啦。虽然好多即系好多甩碌啦、甩碌嘅嘢啦嘅情况出现咗啦。咁啊，但系都冇办法嘅。有阵时打野团就系咁噶啦。其实算好噶啦，呢团野团有阵时啲野团嘅误会或者系佢出嘅重都错埋，咁啊唔使打添啦。系啦，咁啊之后咧我都会放翻一啲我嘅其他，即系可能喺。搭緊車啊，或者食緊飯嘅時候 h 打嘅一啲片段俾大家去睇睇啦。咁都其實有好多打法嘅，大家又唔使話參考住，但一定要知道帶乜嘢出嚟就會比較好啲啦。好啦，咁呢條片嚟到呢度先，如果大家鍾意嘅畀返個 like 同埋訂返個 channel， 多謝大家觀看啦，拜拜。そこだ！あたくしの出番ね！任せろ！あたくしの出番ね！その調子よ！行け！決めて！決めて！
エリートに育てたポケモンが荒波に飛び込んでやるぜ。頑張れよ。その調子よ。行くわよ。決めて。行けね。よっしゃー、行くぞ。頑張ったわね。ぶつかってくよ。待ってました。俺の番だ。任せろ。行くぞー。